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接着节目的现场，预祝大家锦蛇迎春，灵蛇吞性，2013年投资发大财。今天就是2012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大盘也封关了。那未来七月波的走势，刘老师认为说，新春回来之后，在外资归队的状况之下，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好量能潮回队之后，一个向上攻击的一个行情哦。在七月波走势，昨天我们跟大家报告到说，其实这盘市格局真的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哦。那包含了美国关于财政悬崖的疑虑，刘老师昨天花一点点时间帮大家解析，就是说，由于日线图的格局上面已经出现空头接近的讯号，好，极短波类似像昨天向下洗盘的超跌动作，尾盘马上拉上来了。好，这个消息面的一个洗盘都是一时的。政治面一个老盘的因素，未来都会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国际的趋势如果还是向上的状况之下，投资朋友利用类似这样的一个利空，都是你切入行情最好的机会哈。那昨天提醒到大家说，真的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地量区既然已经咬住了，不论是台指期货或摩台，在这根长黑 K 高达20万口的转仓的部位，现在所有单月份的多头合约掌握价格走势的优势。所以刘老师昨天提醒到大家说，类似像昨天好杀盘到12点40分，短波你就要开始进行一个切入了。好，投资朋友没有任何低点了哈，今天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攻的一个走势。而我认为是说，既然控盘股宏达电已经按照昨天的预告，好，主升段一个向上表态的动作，再加上投资朋友如果说在未来欧元守稳 1.3168 的状况之下，它大概是一个国际在未来的5个月份到8个月份，好，因为这个底型高达了5个月份到8个月份，突破了之后，好，未来到明年的3月份到5月份，好，如果是8个月的变盘转折，久一点点，应该到明年6月份，理论上面这一波上半年的趋势应该是有利多头，一个向上攻击的一个走势的哈。所以，投资朋友，就像我们所跟大家报告到的哈，今天加权指数中场就以上涨51点做收，好，我也希望是说2012年。末日重生，2013年，希望所有投资朋友新年快乐。怎么样才能新年快乐呢？一定要找到你正确的投资的步调。我认为掌握对的方法，股市就是金山银山，充满了财宝。好，提供所有的观众朋友去挖掘哦。在日线图的格局上面，既然0.618，好，这个从高点区下探到7491，到今天为止。好，加权指数收盘来到哪里？7699点，投资朋友已经额外又涨了200点了哦。那从6个交易日之前的7491到今天为止，好，昨天是不是告诉大家尾盘一个分时指数交叉向上买讯，你就要进行一个切入的动作？好，今天又拉高向上收盘，几乎收在一个短波的相对转折高点。这6个交易日的行情，你追踪外资的买卖操的动作，投资朋友急。够外资坦克呀啦，好，那后续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喽。既然这个小型的三尊头肩底型，好，那而且已经站上了整个回档0.618，告诉你说，投资朋友没有向下吸浪了，这波盘势格局就如同廖老师12月21号预告的，你如果在这个位置点放空，我还特别在测标上面打，如果你在这个位置点放空，你就真的你的财富变成财政悬崖了哈。投资朋友，200点又涨上来了啦，哈、哦。那我也不晓得昨天富邦金为什么会按照我们公告，按照我昨天只送给大家3档新年礼物，一档叫富邦金，一档叫宏达电，一档叫外数，哇，外数3档股票今天都公开向上走高，啊，相对强势。投资朋友，记得新年一开始你还是要持续锁定我们节目，记得来跟刘老师领红包，好不好？那昨天公开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呢，我只是想要给大家一个投资理念，是说我认为唯有稳稳健健才是你未来投资的自胜之道，在2013年也是一样哦。投资朋友，这13个月的大底型带跳空的方式直接站上去了，好，稍微补一点量能潮，高档区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卖压啦。那因此呢，13个月的大底已经完成了，如果当初你有投资的眼光，这几个位置点进场布局，投资朋友你的获利远远绝对比定存超越10倍以上，问题是要让刘老师找得到大家，好不好？那大部分的投资朋友如果说懒得选股，你都会买国泰金，为什么刘老师一直提醒你你要买富邦金？
差异越来越大了哈。那既然金融股当中重要股票已经向上表态了，期权的一个转折位阶也全部咬住空单了哈，那我们偏多的态势不是不会改变的，大盘倒撞好带一点小跳空缺口站上0.618，我认为你要开始布局下周外资归队之后，宏达电领军复仇者联盟轧空主升段一波到顶哦。好，预祝投资朋友2013年浴火重生，新年快乐哈。那谁是你的诺亚方舟？什么是您的获利方程式呢？好，我认为方法对的股市就是金山银山，你的资金有可能是可以翻倍的哈。这是11月份入会的郑先生，好，刘老师提醒到大家我们的单股首单宏达电的讯息。好，我认为西芝市的高点站稳，那确立一个长多的回升波正式确认哦。那我的会费还有另外一波向上调涨的动作。好，但是投资朋友，有很多观众朋友公开问刘老师说，真的如同我们在电视节目当中的操作，能够赚到那么多钱吗？那这一位11月会入会的郑先生，如果你可以按照我的规划，第一笔先买基本持股197买两张，第二笔214一突破市价买，好，当天直接攻涨停板，225跌停板的时间点买到第三笔，好，买这个波段价差，等到它过250，你根本这低档区都不用卖了。好，接下来做对的股票还要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加码操作哈。投资朋友，其实如果你方法对的啊，我认为会费绝对不是问题。好，尤其接下来剩下26个交易日，马上要新年封关，如果真的要抢红包，下个礼拜回来你一定要找到一批新的股票做个切入布局，好不好？那这是前天的时间公开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好，投资朋友，刘老师跟大家报告很久了哈，那今天收在整个盘势格局波浪新高。好，他告诉你说另外一个8个月的多头向上涨势底型才刚刚完成。好，我认为股票真的不需要多，就像刘老师昨天跟你预告的只有3档股票而已。好，你一档股票都照顾不好了，你手上如果20档、30档，你那股票怎么照顾啦？好，所以投资朋友啊，我认为不要走错方向了。那我们好好的学会方法，把这几档股票的一个后续趋势掌握出来。我认为2013年您自然能够末日重生，好不好？今天呢，发展到这个时间点，理论上面非常重要，我们要针对明年的一个操作有一个规划跟勾勒。可是刘老师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帮大家做一个追踪啊，因为投资朋友就像刘老师在11月21号的时间点公开跟你报告，好，或者是在12月28号公开跟你去分享我们操作的讯息，听到大家说，哎，投资朋友在这里一个 XABC 在高档当然是向下急杀，但是如果类似像11月21号来到一个短波多方向下的一个位置点，好，我记得盘中所有的解盘媒体都全力放送道琼大跌200点，要你去砍股票，要你注意世界末日，只有刘老师当天提醒你说，投资朋友，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进场放空，有没有真的变成新年礼物是坠机？好，礼拜二回来的时间点亮出之直接喷出走涨了哈。那也公开送给大家新年的礼物，我不晓得你在280块钱以下没有掌握到这档股票再喷出一根涨停板。其实刘老师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其实解再多的盘势格局，就像这档股票叫宏达电，好，明明在7月份上旬的时间点，刘老师已经把整个大半年100块钱箱型的西芝3主跌段要交到一个低点，西芝4的反弹，西芝5再破底，然后才陌生第5波。投资朋友，你看着刘老师整整半年的节目这么久，我天天公开帮他解盘，你照样宏达电一张一块钱你还是赚不到啊。所以刘老师今天不打算花太多时间进行一个解盘的动作哦。投资朋友，那未来如果针对像宏达电的操作，好，我想宏达电单股锁单的一个讯息，我会持续帮他做一个追踪，秉持着过去为大家公开服务的理念。好，那刘老师其实是多学会了几套剑法，量价关系没有办法解析的时候，你还有其他九套剑法可以把这宏达电的波形，为什么我在半年之前就把宏达电的这整个波段规划出来，到现在为止宏达电已经赚20根以上涨停板，结果零块钱都没有赚到。好，所以刘老师常跟大家报告，我今天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帮他去解释说，我认为接下来长线第五大浪，比如说是日本，
好，四大核心驱动引擎21个月长线第五波的大底正式完成了哈。刘老师在9500点跟你预告，至少再涨1000点以上哈，结果你还是放空啊。接下来是一个陌生第五波的大主升段，好，理论上这个波段向上走势至少8到13个月，短一点点也是到明年5个月转折到明年3月哈。所以新年回来，这些的讯息刘老师都会持续帮他做一个追踪的动作。但是投资朋友，那只剩下26个交易日即将封关了，好，那您怎么样去掌握封关之前抢红包的行情呢？好，刘老师会持续帮大家掌握到未来操作获利一个机会哈。我投资朋友刘老师一直跟他报告哈，就像这一个波段走势发展到现阶段最后一阶，有一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哈，尤其我真的很希望在全国最大的一线的媒体，类似像非凡跟恒生，我们为大家服务了4个年头到今天为止，好，那我也希望继续在这里为全国广大的投资朋友进行一个继续解盘分享，每一波类似记得要领红包要来找刘老师的节目啦哈。但是为了一个成本考量的因素，从1月1号开始刘老师的节目时间有一些异动的一个动作哈，关于详情或者是你也可以多多掌握刘老师24个小时的网站的一个重播哦。投资朋友，刘老师语重心长一句话是说，你自己回想看看，或者是说你自己去比较，在这市场里面真正在分析或者在技术分析上面一等一的这些分析师，好，做空最有名的分析师全部在我们固德，好，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翻多了，结果你一路空了2个月还在死加空，还在硬凹。投资朋友，顺势操作赚最快啦，好，如果当初我们这些市场上面数得出来真正每一波做空行情都帮你掌握到的人，好，刘老师可以自豪跟你讲过，我在这市场里面每一波值得做空行情我没有一波行情带你错过的啦，却公开提醒你说这里你小心嘎空一波到底。好，那我想要跟他报告些什么，好，我们固德集团的老师或者是说包含刘老师，虽然说短线上面因为成本真的非常重，一个节目1个月200万，对我来讲一个年轻的也不年轻的啦，一年就要花2400万的一个成本去做一个经营动作，对我们来讲真的，我就希望是说在考量让刘老师刚成家立业而想要服务所有电视机前面的投资朋友，好，兼着带大家赚钱的一个同时，我会希望说体谅一下刘老师的苦衷，我也希望回馈给所有电视机前面的投资朋友。好，投资朋友，今天刘老师还是跟过去以往一样哈，这个是刘老师导播我们可以 take 一下哈，我公司在过去讲座啦哈，跟大家分享这座讲座是刘老师过去在固德集团服务以来哈业绩第一名的这座讲座哈。那我想其实我们的业绩当中有70%以上都是就会员朋友对我们的一个服务肯定，刘老师才能拿到全体集团第一名。好，可是我认为说不管拿了几座第一名，好，不管会员朋友过去对我们多么的肯定，那个都是过去式了。好，下个礼拜回来1月2号见到大家就是2013年全新的开始。好，过去你错过了多少行情都不重要，好，我也希望说投资朋友过去都已经过去了，我会希望从2013年开始，刘老师希望大家你把过去都忘掉，从这个时间点你掌握对的方法开始进行一个投资跟理财，我认为2013年你就有机会资产重新翻倍，好不好？好，所以刘老师不会眷恋说我过去拿了几座第一名的讲座，重点是2013年我要让你成为市场里面的第一名。如果你认同刘老师的理念，你愿意把这样的责任交给刘老师的操盘团队，我想刚好借着刘老师一直跟大家分享到说我在这一个礼拜天，好，刚好是刘老师的订婚仪式，那刚好把刘老师一生一次的一个喜悦在这个时间点回想跟
回馈给大家，好不好？未来我们会仍然走高单价，强调的服务的品质。好，我们只信任方法，不会听消息。好，投资朋友，如果您要入会的话，认同我理念再入会。还是跟大家强调，你如果想投机，麻烦你找别人。好，那明明国际股市是大多头向上趋势，你在这里空不是投机吗？那是不是被嘎了整整两个月啦？好，未来回来是一个第五波主升段。好，那跟各位观众朋友说声抱歉啊，我也希望说持续在这么一线的媒体为大家持续做一个服务的动作，但是投资朋友啊，毕竟明年开始有一些征所税以及市场的规模是稍微有点萎缩，好，林老师想办法在经营我们的客群的一个时间点，我也会利用这个时刻点，好，利用这个机会点，我认为你一定要想办法下定决心，逼你自己从2013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就步入正向的投资的轨道，正式进入一个末日重生的一个机会，好不好？那关于明年我们的一个投资历程到底是如何，以及刘老师感恩一年一度的回馈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直接洽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休息两分钟之后再回来。惊喜事情，真心体验 ，Takeo。彩虹屋给您上千种电脑独特调色，专业油漆咨询。彩虹屋彩绘居家空间，精彩完美生活。油漆的事就找彩虹屋。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获得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391-3000 2391-3000，最专业的投顾，顾德投顾。彩虹屋给您上千种电脑独特调色，专业油漆咨询。彩虹屋彩绘居家空间，精彩完美生活。油漆的事就找彩虹屋。就上七七七网站，想找好房子，租金好便宜，想住我隔壁，想租就上七七七。克兰斯超飞行紧缩精华，能紧实肌肤，改善松弛，有效紧致，让肌肤轮廓更完美。克兰斯超飞行紧缩精华 ，Clarence。想让电视变聪明吗？只要插上迷你云。下载 APP， 手机搜得到的都能在大荧幕分享，这些你都有了，现在只需要上网体验迷你云，首购预订还送红外线感应器，再享好礼二选一。什么样的新闻会对国际股汇市造成大震荡？什么样的新闻会让全球资金产生蝴蝶效应？后续法人、散户、业内主力的操作密码，请锁定非凡商业台，周一至周五晚间七点，非凡新闻通。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先从宏达电做出发。今天拉高到300块钱，等于正式在190到200块钱，在这个位置点券单。创下历史新高，来到10000张后，那到300块钱这个位阶，正式第一批空单追缴了哈。那投资朋友刘老师，其实在11月21号的时间点，我已经告诉大家，这里是空单回补的最后通牒。我不晓得您有没有去把你的空单进行一个回补的动作了哈。那其实我是觉得说，你不要忽视说一个大主升段，还会嘎断头3次到4次以上哈。赖老师。只能善意的提醒到大家，如果你的观念还是改不过来，我也帮助不了大家。下定决心在这里顺着趋势操作，好不好？
啊，我认为还有一个主升段正式起涨最后买点哈，投资朋友，昨天不是公开告诉大家290一口气加码到第三笔，好，那197到现在已经额外赚了103块钱了哦。即便你只有一张宏达电，不论你套牢在哪里，我想办法一张宏达电帮你变成两张到三张的宏达电。好，投资朋友，这是26号公开送给大家的三档礼物，好，提醒说三角形收敛形态窒息，补一点点量就喷出哈。那提醒你说，自习到7000张，用感恩、用回馈的方式，没有尝试，我公开分享给大家。好，结果昨天就喷出涨停板了，你只能用喷出来形容吧。好，那投资朋友刘老师要提醒到大家的时候，其实一路量价背离到今天为止创下波段新高，一定有一些对的方法。好，也许一套技术分析行不通，有其他9套技术分析可以帮你赚到宏达电的103块钱。好，那这些对的方法你掌握到了吗？好，这是昨天的时刻点，我告诉我会员朋友说，早上在9:13全部都有买到哈。好，你就一定突破290，现价293，就全部要买满了，好不好？好，投资们，我们操作是分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然后会有短线，会有波段，总之靠着一档宏达电。值得你集中资金，到今天为止你应该是市场里面最大赢家，未来资产重生，您的诺亚方舟还是宏达电。好，还是要少数一两档股票当作列猪鸡啊，好，要有一个比较波段式的向上操作，你才赚得到钱，好不好？那上面这张股票叫做联发科，这是2012年的旧典范，这是2013年的新典范。投资朋友，你不要跟着过去旧的讯息做操作了，两个月的时间，你布局在这里小赔5块钱，你布局在这里，好，黄金交叉即将要看到了哈。290已经买到第三笔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的交易哈，你锁入保险库了，好，没有到一个相对我们规划的位置点，是不会有价差的卖点的哦。那目前新一批的会员朋友，我还是会分三笔做一个进场布局，好，在这个位置点已经嘎住第一批的空单要追缴了 ，W 底的最小突破之后，最小测距在这里。根本没有太多回档，我们今天还是进场做一个切入的动作哈、哦。投资朋友，那有机会回来，刘老师跟大家聊为什么这里是长线回升波，不是反弹。好，那你要注意这两档股票黄金交叉。可是下个礼拜回来，由于季线60日线开始连续向下扣低，一口气两个跌停板向下跳空，主升段会开始加速了哈、哦。那其实很久之前，刘老师就帮你去追踪说，如果不小心有10%市占，那你未来到底要怎么样看？一个大长线的回升波，该去顺势的去掌握它的行情，交给刘老师来帮他做一个掌握，好不好？投资朋友，刘老师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帮大家持续的做这样的一个追踪，可是我想如果方法对的，您可以跟着刘老师的会员朋友一样，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获利的保证。好，投资朋友，那我会希望您只靠着一档股票，其实就算你只操作一档可成一档生阳科，一档友达又如何？你周线的周 KD 死亡交叉、黄金交叉的买卖连掌握到，你今年资产照样翻2倍。那我会秉持这样的交易理念。可是，投资朋友，过去10年、20年，大家操作这四档股票都赔钱，没有人赚到钱啊。好，那刘老师，请大家把您的资产放心交给我们，我帮大家2013年反败为胜。希望您也可以跟刘老师的会员朋友一样，成为市场里面最大的赢家。好，把这个压力留给刘老师。好，那刘老师常常讲，就是说，关于波浪理论或者是关于技术分析，总是有许多谬误的地方。那你一定要把这些方法学清楚。从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如果办好入会手续的投资朋友，我会加送大家一堂封关之前的技术班。好，这绝对是感恩一年。一辈子只有一次，我会做这么全面扩大服务性的一个动作，好吧？那重点是，投资朋友把压力留给刘老师就好了。好，刘老师常常跟像好几次跟云荣炫老师在聊天的时间点，他就常常语重心长讲到一句话，他尽他的责任把转折、把波形跟大家做分享，可是敌在暗，我在明，总是90%以上投资朋友都信任的波形，它可能就会有时间波的落差。好，所以刘老师势必要关于细额波的走势或者是这个波形，我一定要有所保留。
我会第一线的时间分享给我的会员朋友。好，可是我有一位几位比较好的要好的会员朋友常常跟我开玩笑说，老师你未来会不会像林老师一样头发也掉光光齁？投资朋友，就算刘老师在这个节目现场，好，利用这个机会，2013年开始的，我就算用骗的、用拐的、用各种方法利诱你、说服你、逼你自己在2013年第一个时间点按照我们方法，我为了大家就是我不希望像在过去的时刻点，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旧的会员朋友看着我们节目这么久，我们在做空的时候，好，我们一翻空的时间点，好，就不续约了，就去寻找一些标股，哈，啊，投资朋友，你会发现你最后伤痕累累，好不好？我认为不是波浪理论不准确，它有时间波会替延会扩延。那我认为这些股票该停损该卖，波段卖点在到哪里，让刘老师来帮你掉头发，好，因为我知道在发生变异的状况之下，我怎么样应变，压力由刘老师来帮你去承担就好了，所有的压力留给刘老师，让2013年你在第一个关键的时刻点重新用正确的方法投入2013年股市，重新资产翻倍的机会，好不好？那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节目时间有些异动，欢迎所有投资朋友持续锁定。为了服务电视机前面在非凡台没有办法持续收视刘老师节目的观众朋友，我们一生一次的喜悦在这里最后一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真的是全面性的感恩回馈，未来刘老师会持续努力不懈。关于专案内容详情到底是如何，直接向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祝大家明年投资发大财，我们明年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晚间七点，非凡新闻通。玉山感谢有您，增强台湾的国际竞争力。玉山感谢有您，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玉山银行向台湾中小企业致敬，您的需求让玉山陪您一起打拼。玉山专业团队，企业成功的靠山。玉山银行。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入会咨询专线02-2391-3000 2391-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彩虹屋给您上千种电脑独特调色，专业油漆咨询，彩虹屋彩绘居家空间，精彩完美生活，油漆的事就找彩虹屋。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391-3000 2391-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彩虹屋给您上千种电脑独特调色，专业油漆咨询，彩虹屋彩绘居家。